各位議員，主席，你是絕對心虛，你有利益衝突，你主持會議是不公正，整個新界東北新發展區的計劃本身亦都是錯漏百出，充滿問題，引起極大的爭議，個爭議是不亞於當年09年年底10年年頭的高鐵撥款事件，所以我哋先至喺財委會呢度咧，係透過多次嘅提問、多次嘅會議咧，希望去釐清一啲嘅問題。但係好可惜，有關四大地產商瓜分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裏面嘅私人住宅發展用地，未有解決呢個問題，要將香港僅餘的農地300公頃的常耕農地裏面的50公頃在這個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裏面連根拔起，要徹底地摧毀，又是這個計劃還未解釋清楚，到底農民安置的措施是如何地是去進行，居民安置的措施怎樣是妥善去進行，怎樣將住在新界東北新發展區裏面上千名的長者現在住在安老院和居家安老，他們怎樣妥善是去處理，是不是可以做到不遷不拆，都是未有清楚的答案在這裡。但是政府做什麼呢？政府就是沒有聽我們的意見，政府沒有去嘗試接觸這些他們不受到諮詢的居民。主席，你就因為要保駕護航，你就因為自己心虛，你就因為自己有利益衝突，所以你就強行是去行使議事規則根本就沒有賦予給你的權力，你是在這裡濫權，所以我認為這個的會議是應該是要休會的，如果不是的話呢，爭論只是無休止境。同埋主席，我再想講，上一個禮拜五的財委會第一節第二節我是坐足的，第三節因為我自己要教書，夜晚我沒有出席到，但是我想講，我上個禮拜五我都只是問過四次的問題，所以我就算完處理何秀蘭議員動議這個的休會的話，我是一樣是會提問，你亦必須清楚解釋你是因為什麼的理據、什麼的議事規則賦予你怎麼樣的權力，是可以去劃線去終止我們議員履行我們的職務，繼續是透過提問是去監察政府施政的這個權力。法律顧問亦都有責任是向我們去解釋，而不是蒙混過關，不是說根據你的個人判斷之後呢，就不容許我們去履行職務。